推出十周年纪念专辑的 A Pink 主打歌 Dilemma 朗朗上口的旋律超抓耳，正处于宣传期，打歌舞台虽然少了因为戏剧行程无法参与的那恩，其他成员依旧完美的完成演出。日前也在音乐节目上夺下了回归以来的首座冠军，二代团威力不减，不但舞台魅力十足，还相当敬业。二十日 A Pink 出演音乐节目人气歌谣时，就被发现成员朴美在表演到一半时脚上多了一道伤口，小腿上方疑似被刮到，本来只是点状的伤口随着跳舞动作越来越大，到表演后半段时伤口鲜血直流，还染到白色长靴上缘，他因此被歌迷发现他受伤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摆出专业的笑容，自然的随着队形变换舞步，超强表情管理真的丝毫看不出受伤，粉丝惊呼太敬业的同时也心疼他看起来挺痛的，呼吁造型师应该更注意服装问题，别再让艺人受伤了。